众所周知，牛奶蕴含着母体能量。假如每种生物都会产奶，那冰原地区里最强牛奶是什么样的呢？既然是母体里的能量，冰原谁不至于魔石统治者，直接去羽毛牛奶就对了。你可是粗身牛犊不怕虎哦，光是靠近就给你当头一棒，人还能够让你取牛奶呢？先找等级低的动物取奶，靠着其他生物能量再做打算。我先取了这小兔子的奶，喝下之后继承了兔子的跳跃属性，一蹦老高了。但是取奶呢需要玻璃瓶，咱们现在一个瓶子都没有。说多简单的事，找沙子挖沙子做瓶子，瓶子又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就烤一下玻璃，挖一点木头就完事儿，比打打杀杀简单多了。这冰原还有啥生物啊？我怎么半天没看到？这不是还有藏狐吗？毕竟冰天雪地的，生物难找也正常。不知道这藏狐奶有啥用？表妹，你快喝喝看。藏狐有个超级逆天的能力，那就是寻宝。没想到我也继承了这个能力，可以破坏雪块，获得各种宝物。这下我哪里还需要辛苦采摘挖矿，直接挖出玄套装备，老强了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这藏狐奶给我们传承的能力比兔子好多嘞。让我想想，这冰原还有一种特别好斗的生物牦牛，他们老看不顺眼就干架，不知道这牦牛奶是啥效果，难道会让我的脾气也变得暴躁，或者是帮我提升一下攻击力也不错的。哎，这奶下肚之后感觉浑身暖洋洋的，充满了力量，还获得了牦牛的冲撞能力，把表妹给撞飞了。你说话就说话，撞我干什么？直接把我送上天了！我的腰，我的腿，我浑身上下都散架了，怪不得别人都说你一股牛气。走走走，别执着于你的冲撞力了，我们去找别的生物。但是冰原还能有啥啊？傻了吧？怎么还有怪物啊？怪物不也是生物的一种吗？而且冰原怪物种类也不少，都还挺厉害的呢。转角就遇到了冰灵守卫，先吃奶，再用冲撞把它撞傻。这冰凌奶喝了之后，有股冰原素质力在体内翻涌，甚至还能发射冰球攻击呢。不错不错，不愧是怪物，威力比生物强一大截。冰库内部不仅有这家伙，还有冰原祭司。照理来说，咱们打败祭司才有概率获得法杖。没想到取了冰原祭司的奶，喝了一口直接得到了，这也太强了。有了藏狐奶给我们找来的装备，冰凌奶和祭司奶给我们带来的战斗力，我感觉我们都无敌嘞。不过对于上雨魔还是有点虚。对了，冰原不是还有村民吗？不知道村民奶有啥作用，而且村民都很友善，不用担心被揍，喝了之后能有啥效果？喝了之后增强了我们的采集能力，一下子挖了一堆方块，还增加了我们的取奶能力呢，一下能够额外获得好多奶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刷多点生物奶，把自己的能力强化到最大。有道理，要是我喝100瓶牦牛奶，我岂不是哈口气都能把人打飞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我觉得吧，还得是雨魔奶，毕竟 boss 肯定和别的不一样。咱们仗着个子小，不容易被发现，来特点奶。我去，表姐这不行啊！雨魔的奶虽然强，但是太强了，我们人类真是扛不住，直接能量爆满爆炸了。还好我没有冒冒失失就喝了，这厉害的把雨魔都当场给炸死了，真可怕，还是别乱喝了。